逛街，我只爱穿拖鞋。电影佩奇很喜欢用底片拍照，每次看他洗照片整理底片，我都不太懂，在手机就可以拍照的年代，为什么还那么热衷用底片拍照。今天整理东西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有一台相机没有带走。前两个礼拜佩奇搬走了，他说想先分开一阵子，想想彼此的未来。为什么女生都那么喜欢说未来？不要说是未来啦，和他在一起分开之后，很多事情其实我都想不太起来，所以我决定用摄影机把以后的生活统统记录下来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拿照片。看着这些照片，我想起很多事情，我好像有点明白佩奇用底片拍照的目的了。突然间，我觉得好想好想他。其实我不太确定分开这段时间，自己的想法有没有改变，或是佩奇的想法有没有变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分开的这段时间是有意义的。